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啊。上次你说弄丢了香囊，正好我看村子的铺子里有个合适的，送给你。月姐姐，你还一直记着？哇，好漂亮！等等，怎么又被他抢先一步？我知道。那个香囊一定对你意义非凡，也不知该怎么宽慰你。娘绣给我的，我从小就待在身边，后来当了仙侠派，那就是我第二个家，所以我又在上面绣了仙侠的图文。难怪这场仗我不能输，我得送小青一个更好看的。进啊！怎么会有这么多士兵在这里啊？什么？糟了！各位，不可再踏进一步。仙侠派为女修门派，谢绝男子到访，否则我仙侠派将视各位为闯派恶徒，不会再客气。我们可以不入山门，但你们必须立刻将都督府白家千金恭送出来。都督府白家千金？师父所说的弟子皆为孤苦无依之人，哪有什么千金小姐？师姐，你们别动手！你是什么人？快滚！蠢货，一边去！女大十八变，那天竟然一时没有认出来。二哥。跟二哥回家吧，
你离家这些年来音讯全无，家里人都非常担心你，日日夜夜盼着你回去团圆呢。启程。阿哥，等等，我有什么话回家再说。晴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不管你是什么人，都不能强迫他。识相点，闪一边去。若不是因为你们是小妹的朋友，就凭你们在毒龙军营地的所作所为，就能让我们抄家灭族。哼，好大的官位，可惜这里不是卢龙府，我也不是怕事儿。仙侠派乃修仙清净之地，和官兵素来互不干涉，请回。笑话，这是我白家家务事，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仙侠派乃清修之地，还请勿要擅动刀剑。师父，你们几个先退下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余霞真人，久仰大名。本将是来接舍妹白墨晴回家的。寻亲乃人之常情，但仙侠派亦有自己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二爷我……二哥，师父，弟子对不起您。弟子并非存心想要隐瞒，只是当时年幼，又遭变故，心神慌乱，这才撒谎。师父，徒儿知错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为师多少察觉到你似乎在隐瞒什么，只是仙侠弟子大多过往凄凉，为师不愿再触及你们内心深处那些痛苦的回忆，故从不会多问。如今你已长大成人，无论何去何从，为师都会尊重你的选择。师父只希望你能够勇敢地直面过去，莫要再选择逃避。小晴，你赶紧说啊，你不想回去对不对？师父，这些年来的授业解惑之恩，徒弟日后必定报答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要走？为什么？让你们担心了，可是有些事我必须去面对。就让小晴这么走吗？她这一去，说不定就再难回来了呀。他拿二哥在掌门面前客客气气的，回家后呢？还有白家那种蛮横态度，万一小晴回去后被关起来。他们毕竟是亲人，应该不至于太过分的。师父有要事和三位相商，已在大殿等候。小师妹还会回来吗？就算我们大闹孤军营，那些人又怎么知道我们在仙侠派的？对了，这次正当教香囊，看一下你少说两句，还敢不敢再冒失？一切等面见真人后再说吧。
侠派内，请勿高声喧哗。这次全当教训了，看你下回还敢不敢再冒失。小师妹还能再回来吗？凶兽的事情如何了？他华流，没想到凶兽肆虐背后竟还有这般隐情。七情虽可悯，但他终究还是夺去千百生灵的性命，致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除去华流，实乃将其自凶性中解放，你们切莫再因此而有负担。尤其多谢上神相助。分内而已。刚刚传来消息，有凶兽在辽东重镇的运河中出没，我即刻前往。那不就是在……还不快谢谢真人。谢谢前辈，谢谢前辈指点。儿女情长固然珍贵，但修道者理应以天下苍生为先。是，那我们这就去卢龙府去找小……去除凶兽。是去除凶兽。对对，去除凶兽，打完顺道去看看小晴，总可以吧？小师妹还能再回来吗？小师妹还会回来吗？你们一定要将小师妹带回来。时间，哼，那你什么时候用毒？豪杰啊！
哎，别躲啊！静啊，畜生也有灵性。
在村里总能闻到一股很香的气味，和别地大不一样。
好吃的糖饼哎！楚凶兽最爱吃。结果如何？杀人会遇见。上山好，还是守夜安全性。喂喂，到底吗？今日之门，今日倒是太热。四象乃我天师门武学之根本，门下弟子应循象性相符而行。师兄所言甚是。乃我天师门武学之根本。门下今日倒实在热闹，壮哉我天师门。
上神，你不问问我为什么叹气吗？哦，你为何叹气？就是有一些烦恼的事情。何事？天师门后殿里藏了张祖师的宝物，可能是神兵利器，也可能是武功秘籍。只是弟子不能随意进出后殿。不过上神就不一样了，上神哪儿都能去。可若真有你说的这个宝物，那也早就该被前人拿走了吧？不会的，这是秘信，宝物肯定还在。上神，求你了，帮帮我吧。好。上神好像很忙啊。哎，前方为天师门后殿。小玲，上面好像有东西。师姐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好。赠吾有东林，人体羸弱，而善于思，先受灵圣，而拙于学。育灵之道，在于共生共享。圣以扶弱，善以助拙，二者相济，是以修行互生，可窥大道。育灵之术实为同修，若一方或身没或灵散，则术解。非天资过人者，不可与多灵定气，若强行定气，是被公办。谨记，事有不可行者，人族不可视先兽为刍狗，肆意剥削。先兽不可视人族为弱肉，恃强妄为。一方背信，则反污自身。东林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意气相投，莫逆于心。现将此御灵术心得与契约赠与你，望你早日得到，长生久世。哎，后面这句话。所以上次的饭钱别找我要了，有月西楼。这的确是祖师亲自写的，关于御灵术的修炼心得。书里还夹了一张纸，这上面的图案看起来很像是明术门与御灵结契时出现的法术印记，
按祖师所说，便是御灵契约了。奇怪，祖师为何要把这两样东西赠给张道长？此物被张道长放在了这里，可能他们也曾在这里一起看过风景吧。祖师之间感情深厚，我们两派弟子却因为一时意气互相敌视，还因此有碍修行。这也并非师姐的责任。我们回去通知那位道友吧，他大概也等急了。